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Mina 的是Mina 的我们上次那条夹公仔片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部分的景品是会送给你们的没错到了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会开箱所有的景品给大家抽到奖的观众就不要介意了我们的产品是经过开箱了先那我们来开箱啦要小心点先哇哇旗袍裝手機的對一對啊正常顏色的 Alice figure 還有的還有的是我的老公這個就是太子伯娜去獨吞組的 Luffy 跟著這個就是初音的 figure 哇好大啊好像沒有印象一樣為什麼我是啊大佬然後就是我無緣無故得到了好 Q 啊你可不可以試探啊都是不好送給大家了咁我哋而家逐樣逐樣嚟開箱俾大家睇先啦。好，第一樣就係呢個初音婚禮服嘅公仔啊！哇，一眼睇曬呢個，一眼睇曬，大家睇啦，唔開啦，都係乾乾淨淨俾大家。我都近距離錄一錄俾大家睇下啦嚇。嗯，好可愛啊！但係咧就冇咗佢飾力長嘅兩條邊啊！呢個造型你覺唔覺得？硬係好似少咗啲嘢咁樣就會。好，跟住係二號選手初音嘅 figure 啦。放心啦，大家我哋會好小心開嘅。唔單單。哇！咦哇！已經睇到個底座啦喺後邊。哇！好大隻啊！你睇到佢入面咧就有一個 figure 嘅本體啦，呢個可拆式嘅計。还有一个底座的你试下将它的计盒看看先好简单这样头纱的计哇这个我要想一下哦好搞定哇其实都做得挺精致的你看看手指是的景品都不马虎的哇条裙主要是半透明的 OK 那我们开下一样啦真真哇在它今次的包装和刚才那个不同这个是纸皮的包装它散件啊哦嘛哇已经看到 Lemon 的大长腿了 Lemon 很简单啦就是一个底座一个本体和一把线的它很贴身啊这件旗袍你看看哇看把线的腰线那些都很清楚把线要怎样哇好好成功没整断啊恭喜我咁佢就哇好靓啦！哇，仲有呢个灯光下咧，呢枚玲珑浮凸嘅身形，表露无遗。点解我觉得我好似一个咸叔咸叔伯伯？你咁即就系啦，咩好似啫 ？OK， 咁跟住咧就睇呢个好 Q 嘅 Alice 啦。有边个中意 Alice 噶？我都好中意噶。看看他今次的包装咦原来是这么小粒的咩等等我以为没东西你知不知道啊我想问你的盒子是打开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拿住所以我 feel 到他底的重量的 Mina 还以为他没东西为什么吉的不是叫他吉我以为他虾我的你给个盒子我哇要组装的他分了三嚿东西的咁就係 Alice 個頭啦，好恐怖啊！就咁睇嘅時候，身啦，sorry， 同埋一個花形嘅底座，真係好得意啊！個頭仲要側側地噶，肥嘟嘟啊只腳仲要，我幾中意佢呢個身形比例咯，真係好可愛。OK， 完成。佢嗰個裙咧兩層咧做得好細緻嘅，仲有入邊有條泡泡褲咯。同埋佢呢個樣好可愛啊！唔知點解好似我哋玩嗰啲 BJD 嗰啲蛙咁嗰啲線。有時會出得好恐怖噶嘛，你要知道。係好可愛啊！哇！真啊！跟住最後一個就係 Luffy。呢個上網睇到嘅時候已經覺得好靚噶啦。我覺得 One Piece 嘅景品咧，不嬲都做得好靚嘅。Yes yes。好多嘢咧，睇一把遮已經。透噶嘛，透光噶，呢仲有好多个小配件。哇，咁多嘢嘅，咁佢嘅配件就系咁样样啦，有把遮，然后底座啦，两把刀啦，跟住就佢本体个身同埋个头啦。好惊啊！我快啲组装俾大家睇下先，个方法唔啱你。咦？摆落嚟就 OK 啦。哇！你估把刀塞唔塞得翻入去噶啦？系唔得嘅。佢应该系就咁摆啊，系咪咧？佢同嗰个底座嘅连接咧，都唔系就咁插住，就咁摆嘅啫喎。
係啊。哇！但我覺得呢一個 figure 好有分量啊，就好有氣勢。哇！好唔錯啊，勁正。都好多謝大家上次咁踴躍嘅參與啦！得獎名單咧，我哋就會放喺下面說明嗰度嘅，大家記得自己睇啦。同埋要留意 email 啦，我哋會發 email 通知你哋噶。冇錯，咁放心啦，大家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好好地爆翻埋嘅，放心放心。黐翻埋嘅，黐翻埋。係啊，好咁，我哋今日嘅開箱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自己都去試下夾啦，同埋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今次呢條片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